慢慢走。来来来来。他怎么跟我以前长得一模一样啊？这丫头一定在这附近，走，仔细找找。哎，快！快吃吧，这一路上你肯定要坏了。谢谢肖大哥。这个男人对漂亮姐姐真好，长得也好。多吃点。不像我的师兄们，一个个獐头鼠目，粗手粗脚的，看着就让人倒胃口。可是那个姐姐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样呢？修炼此术，需专心一致，心无旁骛。术成，万千容颜随心所欲；术败，一生丑陋孤苦无依。唯有死而复生，方可解脱。复言语，万千容颜随心所欲。这万千容颜术实在太有趣了，我一定要练成它。阿紫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看我的秘籍！没有我星宿老仙的指点，你以为你练得成万千容颜术吗？啊！进去看看。对，啊，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哎，几位客官，哎，里面请。哎，掌柜的，你们两个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紫衣服又蒙着面纱的丑姑娘进来？哦，紫衣姑娘，看到了，转了一圈就出去了，好像往那边跑了。那我怎么没看到？别骗本大爷。是你自己问我的，信不信悉听尊便。来，肖大哥，走。好玩好玩，真是太好玩了！骗了人还可以在后面射毒针，真是太好玩了！这小姑娘太狠毒了。喂，我又不认识你，要你管？刚才还觉得你不错呢，原来也是个讨厌鬼。哼！小师妹，你怎么可以随便射毒针杀死他们？怪你呀，他们都是替你死的，谁让你说我是丑姑娘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以前有多美吗？小师妹，你偷了师父的宝贝，赶快乖乖跟我回去，或许师父还能饶了你的性命。师父那么喜欢我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这天大地大，有太多东西可以玩了，等我玩够了，自然就会回去的。师傅，你老人家怎么来了？猪头，居然敢惹我，还想抓我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无形粉，原来是星宿派的弟子，怪不得这么狠毒。喂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居然能躲过我的无心粉，
看来你真有两下子！啊！哎呀，放开我，疼死我了！肖大哥，我们现在没事就算了吧。我看他只是淘气贪玩，别跟他认真。 姐姐人好又善良，不像你，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。啊，对了，姐姐，我跟你说个事啊，我以前啊跟你长得一样的美，而且是一模一样，看到你啊就像看到我自己一样，真的好有趣哦。看来这位姑娘跟我还挺有缘的。这世上哪有长得一模一样的？她只是随口胡说，别理她。今天算你运气好。 凭你这种潇洒烂漫令，尽量还是少出门，少给自己找麻烦。哼，你竟敢羞辱我！是你自取其辱。快走吧，免得又有第二波人追上来。哼，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你这个家伙，竟敢瞧不起本姑娘！本姑娘啊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今天是看了这个漂亮姐姐的份上，我就饶了你。下回啊，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 星宿老怪会的竟是些歹毒的武功，他要是到了中原，肯定又是中原武林的一场灾难。肖大哥，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是大恶人，就别管其他的事了。